遮住，这是桌子吗？不知道。这边有个超迷你的地图。8点了，你来开一个台吧。开始串流。两个女的，还有个女的是谁？一博的哪一只？那个，怎么换没我印跟象？一博，哦，小博没有啦，我在想是谁，小博啦，白痴哦。他们这两只我永远搞不清我名对字。啊，博博跟小你博。知道我刚，你知道你刚讲完以后，我也愣了一下，我想说，对，我这里都是男的，不对，我这里有一只女的。好啦，OK，我们这出边发。出花。完蛋了，我一定会狂语干。没事啦，我今天刚开台前去摩大玩了一下，脚我还今天蛮睡了臭床。的。不是走左边了。哎呦，等一下，完蛋，结束魔力，取消。啊！哦，女生路线真的。我之前好像也是带男生路线，哦不，我这边地图没开过，应该会超卡。惨了惨了！我超车！哦，一直遇，完了完了完了！我也在打怪了。啊，刚在摩大富狂遇，现在啊，我到门口喽，应该是这里吧？我看一在下，路上啊！阿斯提亚餐道应该是这个吧？啊，你们跟 NPC 接任务？没有吧？他有吗？没有啊。吓死我！你刚才我在抖很大一下，你知道我神兽我打第二趟的时候我真的忘记了，害我才走回去再接一 我次。没拿钥匙哦。对，我忘记上楼了。哦，赤目黑熊嘛，我还记得这个而已。我看到你们的尾过灯，来了，我要闪掉。你还是要等我。不是，我怕你们加错人呐、啊。赤目黑熊。对啊，跟妖草吧，还妖花。我突然不太，我因为我还没，我第一这边第一次开魔力台，所以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的观众知不知道这一款游戏。啊，黑的！我晚上打真的是心脏很大颗哎。真假？你那边的状况那么不好？啊？又会原地走路或被拉，被透明人拉？哦，我是不管什么时候玩，一定都会有这个问题。哦，那你比我惨啊！所以我就想到，不是平常都这样吗？我还想说你回我，你那边那么惨哦，哦，原来你比我更惨哦。哦，我升级了耶！不对，我要拿去加血。加完的瞬间多久？现在加还来得及哦。没有，我只加了2点而已。刚搓了2点，后来觉得好像不对。来吃药。什么药？维他命。哦。晚上好。
影，好怀念哦。如果在交易的瞬间发生我上次那个画面很花的那个画面怎么办？那个我真的没有遇过啊，我遇到已经四次了吧，好恐怖哦。你要相信他刚维修完是最好的时候。 我一直给这个游戏很多次机会我们一直都在给他机会。对啊， 我朋友今天 又一个退坑了真的 没办法，因为确实你知道我看到别人退坑理由就是你到50等还有办法你自己练，可是当你真的都没有认识到人的时候，你后面你根本没有办法练。对啊，再加上难登啊。欸，走哪里啊？我不知道欸，我现在也在，我现在我刚好也遇到一个双岔路。欸，往上往上，我这边是往上。你已经离开餐道了？还没啊。哦，你离开了哦？我没有啊，因为而且我印象，我刚看到最后看到你们是看屁股哎，所以我应该是在你们后面吧？我？应该是右上吧？不远了，这个餐道。哎。哎、欸，你好，哪里啦？走哪啦？我哪知道，我刚来啊，所以是在右上，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走一下遇到了。我也遇快。下面我绕了一圈啊，阿苗绕干净，我不知道啦。哦。好考回忆哦，这种一堆障碍物的真的很讨厌的，疯狂撞啊！哪里啦？这里回头啦！我没看到楼梯啊，我真的没看到楼梯。后退，后退，你后退。我遇到了呀。那你待会后退，它在一个小房子中间。你说一个很像三角形的那个不是吗？不是，它就是在一个正方形。它在一个正方形里面，好卡哦！我现在在努力的被透明人拉住。哎、欸，我是，哎，刚刚没有他哎、欸，我刚刚没有，可是我回头一看，啊，这里是哪里？哎、欸，现在换我迷路了，我走到哪了？一直往上走啊，离开餐道之后往上走啊。是，对，离开餐道以后，它有一些格子，然后你要走对格子，不然会被锁住。嗯、欸，有了有了有了，我刚走到格子里面去了啊，我到神殿了，真开心。然后咧，神殿下一步是什么？我看一下，神殿。哎，我觉得这边要分了吧？对，吧？我怎么那么不刚好？刚好是女生带队啊，这样一解散就是全部人都解散。然后。我要哪一次带配秀啊？二六三五。哎、欸，对耶，我截取视窗是截取喵哈那边哎，不是我这边。对，没关系啊。我们是跟这讲话吗？不是。迷路啦。他说要找克里斯多福祭司，不是二楼吧？
该是哦。嗨。我们应该都在试，是哦，会解散队伍是不是？嗯，太自私了吧！我哪知道？然后嘞，我会往后走。啊、哦，我这边的人都好了吗？啊，对。哦，我要开始看地图了。等一下，我突然真的觉得这很不适合开台玩，你知道吗？哦，哎、欸，以前都不是我带队的。等一下哦。首先呢，我们好了吗？有哈？啊，没有没有，我那边还在动。首先，我记得女生、okay. 女生最快是女生前面快，男生后面快啊。我听到女生那边遇到了。嗯。我应该没走错吧？楼梯。蜡烛。啊，所以是要先去拿那个吗？哦，我们是要先到 A 点去拿东西，是不是？对啊，你是大 A 嘛，那、啊、我是小 A 啊。OK， 好。阿哭。我的护士没买，刚忘记买水晶，刚去银行交易水啊。我就是绕着水晶吧，不用。哦，我们男生这边拿到水晶了，太快了，蜡烛吧。蜡烛啊，蜡烛啊，蜡烛啊，不是，因为我们就在旁边而已啊。虽然我的观众现在看不到我这边的画面，你可以重新截取。喵喵喵，他拿了，喵他拿了。好，一博拿了哈。看他，然后我的地图跑到哪里去？我根本看聊天室了。交易，对啊，这完全没办法看聊天室，你知道吗？那个聊天室如果那个洗版的自重啊。哇，自重哦！我现在真的没办法看哦。我真的没办法看哦，而且我没有管管了，有了有一个。那里吗？我这里吧。因为我好像到了。卖差哦。没关系，我可以专心在你那了。OK， 男生都脚开开等你们了。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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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死农太多焦虑，等一下哦。啦啦嘿哟。谁啦？我要对谁呀、啊？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格斗是对繁星星，我找不到繁星星的那个。等一下，格斗是谁？Ohio。对对对，我格斗 Ohio。而且我觉得画面超白痴哦、喔，身上满了啦。等等，我身上满了。我刚没拿到。哭哦。哦，哈哈，抱歉啦。哦，我的补给兵身上太满了啦。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三开这样打过犹大，然后那个交易的瞬间真的超好笑的。抱歉了。哎呦，还好很近耶，
好，确定拿到了。嘿。看一下截取男生那边的视窗好了，男生那边的视窗，游戏资讯。哦嗨哟，打开哦嗨哟，看着我。哦嗨哟是开的。你要看着我。繁星星。好。哎、欸，不会吧？不是吧？不要吧？哦好。不会吧？哎、欸，等一下啊、哦，我先。你按就好，我不按，因为我刚刚有按。好，好，好，好险，好险。出发。好，那来不及接视窗了。好，来。等一下、哦，红色蜡烛。截图，截图。啊，哎、欸，你的水不打哦。满的，一百的水哎、欸，小姐，你这样骗我的。被嫌弃。这个会卡，啊！这是路，这个路怎么长那么机车、啊？我总算遇过了。我想走奥特。哦、我来看一下我到底该怎么截取男生这边的视窗、啊、你先重新截取找一个东西盖过它，不是盖过它，就是先截取别的东西然后再回来截它就好了。先截取别的东西，因为你还是魔力嘛，那你就截取 OBS。 对对对，那就截取 OBS， 然后截取到 OBS 之后再回来截魔力。 OK， 有了接到了。哎呦喂呀，就我忘记点。好，这样子，那个如果看得懂我们在干嘛的观众，女生的视角在繁星那边，男生的视角在我这边，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对啊，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想看男生的找喵哈，想看女生的找繁星。没错。我的地图，我每次看一看，我就把地图给我丢到哪里去啊？好卡、啊！哎、欸，那屁伯他来抓虫很可怜哎、欸，他护士男角、啊
封印你只要翻着翻着。我就跟他说，你没有护士姐姐，但是有医生哥哥。但是医生哥哥他的用处是你死掉以后才有用。起来，你还可以抓哦，加油！哦，这里好像宠物真的要绷紧一下哎。有啊，用绷啊，可是好硬哦，冰块太硬了啦。啊，你隔壁那边是什么？骷髅跟刀，火焰之刃。对啊，刚刚的火焰全体烧，有够痛，全部人都被削了，感觉女生那边比较惨哎，不死族再加火焰之刃。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水料满满的，死掉只要不飞走，还有医生。对耶，这样子可以隔着河医伤吗？我们最后打油大哦，你是说在那个换蜡烛出事？应该不会在换蜡烛的时候出事吧？啊，我走错了。对啊，我走错洞了。哦，我差点也跟着走错洞了。我们的 B 点怎么那么远啊？啊，一片黑，一片黑。女生到了，太快了吧！我还在走啊。女生到了，那我要拿。好，喵他拿了。哦，还要加哦。有了，我快到 B 了。啊 ，B 好远哦。第二个是哪里 ？B。哦，是在哪里？靠腰哦。有了。船上死了，有够远的！哦，干，很远呢。哎，走这里，上平台。OK， 好，换一张地图了。真觉得当时到底是谁设计那个东西？啊，等一下，哎，我要从哪一个啊？最右下，你在最下面那个蓝色的点点。右下那一个吗？对对对对对。我看到。我之前帮打都是说我不带队都可以，只要我带都好。我上一次带应该是我们之前玩的那时候。对啊，对，那时候我完全没印象，我没有打过哎。对，可是照理说是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个人，我应该只会带一边，所以另外一边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带的。好像也是我。对，因为毕竟。他们其他人当时没有碰过这一款，应该也是我们。干你啦！我在哪里啦？下来。我怎么看不懂拿蜡烛的点是哪一个、啊？我走到迷路了，等一下哦、喔。这里，上来。哦、所以我们这一块这一趴不用再去拿蜡烛，就直接走到交换点，是不是？我们已经换过蜡烛啦，你看一下身上蜡烛变色了。Oh, okay. 对，蓝色，好迷哦、蓝色是蓝色。哦，这游戏好迷哦。攻击，起攻蛋，起攻蛋。偷懒不乱射，喵哈，啊，都不乱射。哎、欸，我也很忙哎、欸，等一下了。哦，对的，好啦，体谅你啊。哎、欸，等一下，我走到哪里？图可不可以放大一点呐、啊？地图，图好小哦。啊，好，我现在在这边了。然后嘞，往下走，好晕哦、喔，好烦哦、喔。我用 Google 搜寻。是那个吗？哦 ，OK， 好，男生结束。看你们竟然到了！刚到。对谁啊？救命！我还要看我，撒尤那拉看我。你欧阿尤在点对不对？啊，我没有，好好好，我没动东西。我点你欧阿尤。好。
然后我是你点吗？撒优，我都点好啦，什么撒优娜啦，什么东西？撒优娜娜还没换吧？小繁星那只还没换吧？哦，哎，对耶，来来来来来，吓死我了。OK， 身上都懒得哈。OK， 我要转头，我这边变，我这边是红的，好。然后这张地图长什么样子？我看一下，马上遇怪。然后走，走到底，走到底左转。我这次有记得打开乱射，哦，男生这次路好像蛮短的。对啊，男生就是后面很快啊，所以男生的后面比较快一点。我说路线的部分，耶，你少，你是，我是比你多一个两边的，对啊。哎，这是哪里？哦，这个可以走。白痴，这个怎么爆？金分页建立此图片，干这么小？哎、欸，你按那个。按着 Ctrl 加果仁，好吧，这真的是我最不想弄的方法，不过一定要用了，太小了。我在哪里？好，这样。没有没有，我也在看下一张地图了。你下一张了？我下一张，男生就很短啊。我说路线。下一张地图有个卡，哦，这个哦，还要走个 S 型的什么啦？谁设计的路啦？我觉得当时设计这任务的人都很有病。那有病、欸？为什么是点点点呢、啊？哎、欸，哎、欸，哎、欸，我走错了吗？为什么这里是点点点啊？什么点点点？等下我看一下。哦、我要先走到白痴哦，是这里是回来的地方哦，因为它是会经过我们那个交接这次的路线，就是经过我们最后要来的地方。嗯，然后我刚刚想说，嗯，为什么对话没反应？好了，就是这个啊，这应该是点点点吗？哦哦哦哦，你还没到上一张地图，你下次换你带。我在带啊，换你带你的，没错。对，我们之后如果团团他没有退的话，还有一趟呢。对啊，而且团团的那个也很麻烦，因为他团团两只，对啊，要两边都带呀，两边都带。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呢？对，我走错了。啊！又是这么会崩？
天哪，有点担心你们的血量哎。不对啊，你是说那个？对啊。所以攻反放在我们身上，他如果打到我们的话，应该还蛮爽。啊！啊！哦，这里。哦。哇！有人问说怎么还在直播这个？不是前几天直播完了吗？我第一次直播这个呢。啊？你怎么还在直播那个？我第一次直播这个呢？还是你曾经看过十几年前我玩的时候？哇！这太恐怖了。走到底，好卡、哦。先去拿 D， 拿 D。没有，那个那边好像不是用拿的，那边是最后回离开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要先直接去。先去紫色。哦。因为我刚就在喊着，嗯，奇怪，怎么是点点点？后来才发现它是离开的地方。哦。啊，你很快就到了呢。就今天运气好，没遇到太多怪啊。啊，遇到了。哇，30分钟了哎！我这边有个观众很坚持说，我之前有直播这个，可是我真的今天第一次截取这个游戏呢。对啊，因为之前问喵还有没有情况，我刚刚还在研究，我刚刚还在研究这个视窗要怎么截取呢。之前问他要不要开啊，他说还好吧，默默吃下完就好了。啊，终于还有一半的路，加油！哎呀，女生的路真的后面很烦呢，该变性喽！不要，哎，走错啦！走这儿，加油，小繁星！哇，全都攻击啊，不是啊，全都防御。你们还没到啊？啊，还没啊。哦，我以为到了，压力好大哦。没有的啦，被打死了。到了的话，我就跟你说啊，我另外一边视窗不用看了。我跟你说哦，比较顺啊，路上没有怪。有，就讲完那句马上就预了、哦。哎、欸，看着别，看着。想想看，哎、欸、我，哎、欸，结果你们先到哦。耶、yeah, ，你这边轻松了。是没错了。补一下。啊，你刚不是说路还有一半吗？是真的一半啊！啊，讲完之后路上没怪啊。我看你真的哎、欸，我直接趴过去哎、欸。哦，我是我要拿个点那个，我哦好，我先不要按。那你不要，你偶尔也不要按。撒尤娜拉啦，撒尤娜拉啦，没事。撒。
你看，有一边有一个交易失败的是谁啊？谁？我看一下，喵哈是对 KO 米卡 ，KO 米卡啊，他正在和别人交易。哇，这会卡 bug 了吧？那个他会用。那我就这边不动哦。等一下，我跟他讲一下哦。有吗？对，是他点我点，我怕不敢乱动中。你我点吗？好，等等等，我打。孔明卡不是微微吧？哎、欸，他不是开他朋友的？那是他朋友哦。我以为他双开、欸。不是，那是这里有，那是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你点好了。我点孔米卡哦，嗯，哦，有了，有，吓死我了！哎、欸，要交易终止了，完蛋了！哭啊！我先点你啊！哦、有了，没有，这是我，好，欢迎，你可以点他了。我点他吗？嗯，没有，不要点，我先打吗？那到底谁点的？没有，他不敢点了。哎、欸，有了。完成了！要绕回去好远啊！我觉得看不懂的观众一定不知道我们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就是说，旧游戏设计的任务很机车。嗯，他们就是要男女双方，然后交换蜡烛点来点去。然后那个交换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卡 bug， 刚刚就是差点卡 bug， 不能交易。对，突然想到第一次抽女生路线，哇，我们到了，太快了吧！女生就只有这边最快好吗？男生这边好长哦，我是说路。然后嘞，我就是走这里吧。到了，真的假的？到了，真的耶！是油大大大哎！来看一下，我现在喵哈身上喝个一百水哦。啊，你喝水哦？啊，一百的哦。决定好怎么分了吗？还没耶。发现我不能分心到底那我走到哪？对，那你是哪里？我是谁？我走到哪里了？哦，对，宠物。啊！所以伟伟他也没打过游大、啊，他没有啊。哦、oh. ，还是上班后只能有练功时间，没有打 BOSS 时间，还蛮顺的、啊。我们前面的路感觉，死了。那有没有走对啊？请问我是走错路了吗？我真的走错边了，我在开地图哎、
我回错边了，笑他。那你回错边喽。别的笑死啊！他说可以。哎呦，嗨。哦，好累哦。所以这边，我觉得我反正我一定会跟你分开吧，因为我们两边是三开，所以就变成那个观众，你刚好可以看到两边的打王情况。来，哥们，这边请。问一下哦，嗯。现在把自己都塞满满，两百。6846应该还行。OK， 我们这边我准备好了，快好了。哇，干资深护士哎！那个现在总算可以看聊天室。等一下，也没有好确认的，就这样而已啊。老圈圈，老圈圈，我有点忘了。我记得是先打自己前面的法系怪吧，好像是哎、欸。先打自己前面的小怪，然后我记得先主要先清那个火的那只刀叫什么？火的跟火焰之刃啊，跟亡灵。哦。然后往前的不要打。对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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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来打架了！我觉得我好怕失败啊！我也好怕哦，怎么办？前面那一只是哪一只啊？杰克！哎，最白痴的是他的气功弹一的话，还会丢两颗出去啊！哎，对哦，我也是丢气功弹，我干嘛不用喵啊去打、啊？我的这一只的前面是哪一只的？这一只吧。啊！来不及按，来不及按，来不及按，有个白痴！有啊，有繁星还没有，没有，我就快死了。OK， 然后。他放那个白色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没办法放那个啊？对，我都没办法。反差小，几滴血。七千滴血，我们都一百多滴打，是要打到几百年啊？
不要啦！哇，这个蜜蜂被打的有过痛。哎，等等，它这个消掉了，我可以按攻击反弹了。攻击反弹。不要，会反击！哦不，他还不是。哦，有哎，攻击反弹到400滴，舒服。浪费。魔风了，反击反击反击，可恶！哇，我的丑刚被打了800滴，可是他身上有风那个反击，好爽哦！哦，都被连击给弄掉，好爽哦，好不爽哦！我这边直接攻反，已经打掉1000多滴了，太开心了。哦、好卡、啊！那气功带一有时候还是会跑出两颗气功，原来有够恐怖。对啊。哦，感觉快不对，他有7000多滴血，攻击反弹，哦，又弹到了，哎，好舒服。可是我发现攻反的那个耗魔也是蛮多的耶，他只能最多放到10次而已。对啊。啊，死了！我们前面都死了。啊，你们，你说往前的小怪吗？对。要出事了，阿贝。死了、欸！啊，你们打完了，尤大飞走了，哈，尤大飞走了，哇，为什么？好，加油，你们加油，我们这边应该是 OK 喽。
我们好了，恭喜两万经验。然后嘞，下一步是干嘛？往后走。看看，我们要跟布鲁梅尔讲话。讲话就会出去了吗？哦，那我们等你们一下好了。我要去看你的画面。哦，我以为飞了嘞，白痴哦，吓死了。哦，我有生意了吗？可我没受伤。干嘛、啊？想治疗。结果我一瓶水都没喝到、欸。哇，我们刚刚主要都是靠攻击反弹打到四五弹到他四五下，我现在只能靠攻反，可是我快花光了。嗯，都被那个啦，那个谁武装骷髅的弄掉。哦，我们是没有遇到匿名，所以还蛮不错，都有弹到。哦不，吓死我。急，吓死！勾勾他们就是伟伟，他那只也没有学攻反了、啊。嗯，有没有声音了？哦，我看到了，635滴，好痛啊！嗯，乾坤，我是看错只角色。观众一定不知道我在笑什么，我在看繁星的画面，繁星那边还在打。哦，哇，什么伤啊？紫伤了吧？走了、哦。你不要再起来了，不要再起来了。有掉魂吗？我觉得他就躺，哎、欸，他不行啊，他掉魂了呢。没有啊。快死掉再救他，还是再救他起来加灯？是广告中，就是现在不能救啊。哦，没飞、欸，刚、哦、反击很爽哎、欸。那
我们刚刚犹大有用乾坤我们吗？我有点忘记了。哎、欸，哎、欸，倒了 ，OK， 救人了，来得及救吗？可以。啊、挂了，就是你们先过哎、欸欸，来一伤哦、喔，现场马上医哦，治疗，我来看看、啊，应该是红了吧？真的耶，红伤哎，我会不会一就、啊，不好意思，掉魂了。哎、欸，我没魔哎、欸，没魔了，那要回去再医啊，回去再医啊。哦，打一个小时而已耶，很快啊。那这边怎么会打那么久？哎、欸，屁股不要走啊！我们还没讲话、啊。得到一个称号，耶、yeah ！开启者，还用了。以前是叫传说中的勇者，明明比较好听，真的。然后后面是说，传说中的勇者满街都在跑。开启者直接拿来用称号了。对啊，然后这边是学很多全体的混乱魔法什么的。啊，对啊，那边咒术巫师之类的吧。超强中毒魔法，一次要10000块。你看，喂，买不起，真的。状态很好，开启。受伤代表的一讲。哎、欸，我失去两个称号，获得一个称号。你失去两，获得一个称号。我失去一个称号，获得两个称号，刚好奔跑的春风。哦哦、oh. ，哇！等一下，我要拍。啊干！我的 Ohio 的脸整个被挡得超彻底。哪一个啊？剪刀。OK， 然后这边应该就可以直接登了吧？对啊，哎、欸，不用问吗？我就后面还有东西可以问。好像哦，我看看哦，布鲁梅尔讲话，任务结束。然后后面还有个阿斯提亚神官、哦，没了吗？没了。阿斯提亚是学咒术的，征兵，他说征兵。我还是问一下好了，你拿后面问啊，后面还可以问我，然后它会传出来，保险一点。好，虽然应该拿到这个，主要是拿到开启者的称号就好了。对啊，大家就可以打双王了。那个还很久，还很久，没那么快，60多等，但是练等时间了。现在不是是等称号时间哦。啊，我还不敢练那么快哦，会出事哦。
欸，结果都也没打到卡片。对啊，没有欸。不对啊，他们两只封印都是男角，對啊，高高男角，伯伯也是男角，所以没有人可以抓亡灵啊，我们这边，但是可以抓那个武装骷髅。为什么我突然跑出一个数字在上面？那个啦，高高抓的吧？哦，装骷髅。我想说，怎么那个跑出一只数字？原来是那个我 F11的显示。对啊。哎，已经抓一只了，改的吗？不知道哎、欸。哇哇！虽然完全看不懂这数字，有九血量108魔，他是魔宠吧？魔宠啊，魔防精神会很高。我这有一只那个，不耻自当的人是该宠。嗯、他刚再不死，我就认识我们死，没都我都没。我有养这只那个改妖花。你说战地妖花，禁地妖花好吗？对对，他的好像以魔宠来说算不错的。我的角色每一只角色都是3000块，有够穷。有那么穷哦？你在做那个？昨天做水就成本就快应该有10000多。补那个他做一瓶水就是60几滴魔。来啦，给你啦。啊啊！不用啦。哦，真的哦？那你是不是点的确定？对，而且哎呀，不用啦，老贾、啊，不用啦。300啦，空虚，现在要干嘛？要干嘛？真的啊？要什么可以打？打了，开启者以后啊，要晚上了，你不是要去打公无魔舞？没钱了，我只有3000块。对耶，对，魔大赚钱，魔大赚钱。真的，现在就是练机赚钱的了。我先去帮狗狗医生好了，我看一下我的医生是哪一只。你加八。
可以去陪那个啦，屁博抓猫人。可是那个不是要王宫才能进去，对吧？那个王宫，我查到是开启者哎、欸。哦，不用打双王哦。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看说他进去的资格是开启者。我那时候看是王双王打过才能进去。哎、欸，真的假的？可是他那边的怪只有35等哎、欸。哈？对啊，就那边的怪是35等。那好，我陪他。看，我记得是。可是陪他抓就是你要非常注意不要把一级的打飞，不会啦那么委屈啊，改图一大堆都是他的。猫人现在大概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毕竟那个他就是比较抓起来就有那个限制的问题。对啊，可是好像没看人去抓。对啊，我再去查一次好了。嗨微微，因为最近好像打游大感觉都是最近比较多人哎、欸。看一下哦，哎、欸，所以微微在你聊天室，哎、欸，微微我在打卡处等你啊。哪里？城堡内啊、喔、城堡打卡。微微去吧。对啊，任务详解，阿典娜哦。完成资深任务，战斗升级，对吧？冰雪牢城啊，对不对？哦，王宫阶级，然后称号开启者。那个是后面的，是进去的那个地方，好像只要开启者吧？嗯，我看一下啊。拉莲娜东变动窟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过去，他说你还不是开启者。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问微微说好、啊，帮我陪他去打那个打卡片，就发现我一直在西边洞窟游荡。哦，对啊，啊，真的耶，他的王宫哎，对啊，查到了，没错没错啊，好麻烦哦、喔嗯。王宫的话，我就真的没办法。P 博是可以啦，因为他没有那个，他没有转职，嗯，他应该比较没有称号的问题。你去冲一下就有。哦，他有王宫护士跟王宫那个啦。啊，王宫可是要打双王啊。对耶，對啊、他是要双王后的点耶。对啊，所以你跟我讲说35等。好麻烦。恐怖哦。真的好麻烦。改造黄歇。哦，害我现在想说啊，赶快去打一打，我要去抓猫人。结果，竟然是用那个，哇、啊，他这砍也太高，是公布一个超大后期才能改的虫，就让你啊，你可以再玩久一点哦。哇，天哪！练技能。哎、欸，你有宠物受伤吗？我刚刚才一晚上啊，不对，要给喵哈的，没差了，还没差了吗？就反正我就是变到每天晚上去，就是要变成跑四不去一啊。哦，对呢。啊，他那个点怎么那么麻烦啊？对啊，沙莲娜岛、索奇亚岛任务、冰雪牢城。啊，不然我去带大家去看那个好了，闹鬼的旅馆，玩到现在都还没去玩过。
其实我现在看他这个《冰雪牢城》沙莲娜动祭司讲话，棒，走啊，去问啊。因为穿过去了750，好懒啊。我们用走的啦，看看，好，我走过去，我用走的看看。啊，你要走看看啊？哎、欸，我的魔位铺满。现在才发现我的手背上被猫抓了一个伤痕。阿蒙不给我称号，OK， 治疗还要1,000,000，18,000，其实护士很快的，你救吗？对啊。急救还蛮好，就是你只要一直加血量的，只要有那个加血的，对啊。看一下，阿美，谁办？啊，现在可以打开光遇了。哦不，嗯，我没卖东西，真的好慢，都是水。我也没卖。回去一趟，懒得回去一趟。你去哪里了、啊？嗯，就是走过去看看啊。哦，你在路上了哦。我一直在打哥布林钟。啊、哦，好的，那我回去了。就你一进去，发现里面都是50、60级的怪。没有没有，那个我查过了，就是他有那个，我忘记是好像是御卷仙吧，那边有把那一区域的怪物等级写出来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以为可以直接传那一个洞窟，然后就我们就那时候做足了准备，然后还查那边是什么水晶，然后就发现哎、欸，你不能过去哦，我就嗨，你还不是开启者哦。如果只是开启者可以过那个洞就好解决了，真的啊。如果要打伤亡的话，那就真的麻烦了。虽然也不是不行啦，现在真的你要冲等还蛮好冲的，去鱼人洞打一打之后，去水洞打一打就差不多了。对啊，就可以去打伤亡，但是打伤亡带路的眼睛，后面的眼睛会花掉。哦，尤其最后一关，就最后两层楼很暗。对啊，跟你讲有多暗，就是麦块嘛，温暗开到最大，你们有时候实况的画面都看得很不清楚那种感觉。不知道沙莲娜海底洞窟看到红伤的矿工，啊，好猛哦、喔！竟然在这里挖到红伤，呀，用命在挖、欸，应该也没料到竟然有医生会路过这里。这个 ID 看起来就是我们刚刚买制衣的那个人的矿工。啊，白伤我竟然一失败。
怎么了吗？我的白色啊，白痴，我没有带那个医疗书，难怪一直医失败，浪费我50滴膜。哇，50块。哦。我直接把他的医生都医到没膜。浪费。没有，这经验很重要，看到就要赶快医。医生的技能不是我现在想要练技我就可以练技了，是有机会练技就要赶快戳下去啊。嗯，看到白卡是经验值，对，而且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我不知道以前好像曾经有说什么受伤的状态下去做某件事情，然后有些人是故意去弄成白伤，嗯，可然后我就很怕遇到那一种，所以都是医的赶快跑。哦，我刚刚怪他那个啊，队伍打开啊。然后现在也有巴哈，我有看到，就是有人说挂网的时候，大家不要把队打开。嗯，他们说好像只要有人一直重复加，他会中断你的那个菜鸡。啊？这个我是不知道，因为就看到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哈，真的假的？如果你们不开队，我会没办法医耶，可以不要吗？对啊，那就看人喽，想被医伤就打开啊。然后如果有摆过摊的，他都会把你的队给关掉，所以就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摆完摊去采集，所以他们很多队都没有打开。哦，好，去找阿鲁米哈，阿鲁米在不在？我们去练等。有按到后置调亮吗？黑黑的，它、啊、真的是超黑哦！我跟你讲，我们之后有机会实况给大家看。如果这游戏再继续搞下去的话，就没机会了。我记得也有一个地方是超亮。阿鲁米不在，你现在要干嘛嘞？奔跑的春风，下一个是什么？苍之风云。哦，对啦，就是要等苍风才有办法进阶。哦不，超远的。那我去打可怜的伊拉好了。我真的打那个吉拉，当时打了50几场，然后就他明明说你快要了，还是没有动，我就不爽打他。嗯，看看啊，而且你可能要看一下哦，因为我不知道等级有没有差，吉拉是23等啊。看对，你可能要打旁边那个绿色胖子。对，要换了。吉拉是26乘以2 54等打的，23吧？对啊，加3啊。哦。26再乘以2啊，52等，53等还可以打。对啊，哎，你会不会就是因为53等过了？没有，我现在最高才52。欸，对，你52哎，欸，我52跟51。啊，我打小胖，小胖什么地属性啊？哦，他还会多一只宠物。对耶，麻烦，那我站前排。被宠物打后，我要去 DC tag 短短说：“哎，特特，我有打过喽。”哎，对，拍给他看，截图。嗯，魔力宝贝。嘿嘿，哎，讲真的，如果每下1000扣，他打七下他就死了。哎，我们刚刚好像他 K 我是300多滴，然后最痛是800滴，嗯，就都是打在他的身上。哦，然后我们人打都只有打到100多，就100，而且还有100
110-130左右了。我刚开始期待放公版在我那个啊忍者身上啊，嗯，放到眉魔之后才打，啊，来不及就死了。我咪他了。我团团他那只要打油大也是蛮麻烦的，魔法师还好，传教比较麻烦，就真的要带水啊。嗯，对耶，打吉拉没用呢，打这很烦耶。劈不死，你说小胖吗？对，我小胖，小胖确实比较难打一点点。还是你打那个马尾的那一只，头发刺刺的法师吗？我因为我记得他好像会比较软一点，可是他打人会比较痛一点。35等欸，没有啊，他35等欸。你看，刚可以看到，刚油大都50几等吗？还是60等了？皮莫斯，早在上厕所的。不行不行不行，会死会死会死。改小胖好了，小胖温柔点。7.324啊，差一等，难过。啊，小胖，换一下哦。然后这样护士啊，护士拿一等否啦。哦，对，我们要升级后才能达3等的。对啊。谢谢微微啊，耶，谢谢一兰，服务系，不，啊，最大也只能拿到三，资深才，不，王工只能到3等，对啊，哦。而且你还可以拿回力镖，我一身是小刀，小刀根本找不到有人去做。对啊，我真的看到现在没人 看到小刀，欸，真的。因为一方面也是他把小刀的技能拿掉了，虽然那技能还蛮废的。然后是什么？是一级必杀吗？还一级必杀吗？不是吧？毒级吧？毒级那些的。对啊，那毒级很烂。嗯啊。我是回力镖，好歹可以拿到，之后可以拿到6，现在只能拿到4。而且都算了。很讨厌他的魔石，他长一模一样大，颜色又一样，可是堆不起来。对没？他好歹做一个旁边做一个记号嘛 ，A B C 之类的。怎么样？这个就是师傅的错了。因为政府本来就不能堆叠啊，这样设计没有人会讲话嘛，对不对？确实啊。好破啊！又没打死。我要走到那个洞还蛮远的。对啊，那时候从西边的洞走到东边的洞，魔石就爆了。西边走到东边超远，你是绕了一整圈哎，对吧，啊？不对，这个没有用，没有用，都没有用。
好，放弃，打好久，不打。吉拉那边吗？算你赢了，小胖。你可以去洗熊弟。没意义吧？以前没有吉拉，真的是连打熊弟。要等他起来。因为吉拉真的是后面才开的。刚好，我觉得我刚好走到那边，就刚好要准备十点关台了。你现在走到哪里？看到死亡树精了没？我看到惨白树精了。哦，惨白树精。可是地板还不是白色的。哎、欸，死亡树精也是在那边不是吗？对，刚刚有遇到。哦。在。锁定等好伙伴不在。可以找 people， 他想练吗？应该会吧。问他，因为他刚好也是两只。他那边比较没什么技能的问题，就封印有一场可以把卡片丢光，然后护士也是急救。那我去冒险者旅馆啊，不对吧？闹鬼的旅馆玩玩好。只要弄那个项链啊，那不是也可以拿来卖吗？对啊，对啊，加血量吗？还是什么的？它不是加攻击敏捷力敏？对啊，我记得还会有减的。对，你不鉴定一定是减的啊。啊、那边还可以遇到幻影。啊！疯狂遇怪啊！这里。哇，要白天才能解呢，忘记了。先跟老板讲话。嗯，老板不理我了。欸、对耶，都忘记有小屋系统。小屋？就房间啊。哦，对啊，我之前在想说，我要去租一个小屋，把所有的改头丢进去。我小的不是只能丢九样。记了，安安，我现在是全部塞在那个工作室身上。啊！别怪啊！王峰用连击还蛮烦人的，可以连三下哎、欸，就抓起来什么都不行。我其实觉得他很屌，因为我封印是去抓了一个寂寞。哎、欸、呀，连我四下哎、欸！哇，你神选之人。
看一下我走到哪，我才想要开地图又遇怪。我还走不到一半呢，应该说我刚好走到一半而已。我现在出发会不会追得上你呀、啊？我看好了。我现在走，快走到死灰螳螂的一级点，然后离爱说明的汉克还有一点距离。你在视线终于看到有修武房的了，不错啊，之前六线也有啊。我们九线有一个固定的修房，可是没有武。对，还是修房。忘记了。我现在发现，我刚刚那只仙人掌还展示在尤达那边。大牌长龙为什么不是装备直接换掉了吗？还是像我们这种只能拿到三级的？拿到六十级的还是只能拿三级的武器？主要是把我的四等装备修了全部卖掉了。你说卖商店哦？对啊，因为就放着也不知道干嘛。哦。我的宠物快死掉了。你这样卖多少啊？我那时候修，我把鞋子留着，因为鞋子想说之后工作系可以穿，然后我就卖。衣服跟帽子，然后那时候是他好像修了2000块，然后卖了3600，哦，赚1600。虽然那时候修房的还跟我建议说，你要不要直接挂卖会比较贵。我们在跟他聊卖二手装的，他还蛮爱聊的，就我们那个九线的那个。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走到这里了。当初设计口臭怪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啊？你觉得他们这个我不知道哎、欸，但是他其实有这么多想法也是蛮厉害的，就这么多动那个魔物的造型。我记得我当时我弟养好还是谁，反正养一只，然后他的宠物取名叫做阿姑亲一个。我姐也是啊。哦，你怎么不养，要养这只？可是我觉得有亲嘴动作那只还蛮好玩的。红色而已吧，蓝色，蓝色哦，蓝色，就好像是两只蓝红吧。那可以养绿的玩连击，绿的它是用脚踢。玩一圈不是吗？对啊，对啊，就玩连击。我的仙人掌学连击真的会烦死人。快走到了，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王宫才能进去呢？
答案是玉冠。哦。啊！又玉冠。来去断断魔石，哦，他说这里很危险，请勿靠近、哦、真的要完工啊，哦，哭啊啊，要等双王后才抓猫人哦。我记得一般像弓箭手要六十级才行吧，王弓啊，对啊，六十级很容易啦，就是冲等上来说，只是就是现在、啊、因为没有砍村，你知道吗？不能练技就会怕，嗯，因为加上最现在最主要卡的是称号，难怪现在都还没有人去抓猫人。可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巴哈板上已经有人就是要去解那个里贝留斯了、那个工作戏，反正就是要两个，对，就最后一阶级要那个两个配合的那个，嗯，就好像已经有人在争那个的解了、啊、八季的那个八季在网上升叫什么、啊、大师啊，工作室是叫大师吗？不是都这样讲吗？御用，御用啊！对对对对对对，御用。不知道为什么路上那么多掰咖的人、啊。哦不，野村外面已经不能满足我了。那边好像只能练到五十初等吧？对啊，五二，就跟吉拉一样。这样徒步走过去，客家人，他怎么医生摆摊摆到外面来了？你都有看到那个啊、哦？我有看到他、欸，好神秘哦！一般人应该真的要医也不会去家外面的，这到底有没有开队伍呢？提醒他。原来我视窗是截到格斗的那个视角，嗯，所以大家现 在看我发呆，因为我在用医生的医生治疗中。这段路我已经走了四次了。然后今天不是维修开机，然后又维修又开机吗？嘿，然后我都第一时间登进来，马上医生打卡开始站传送点医疗人，因为这时间会有一堆生产系登进来，然后身上全部都是伤。你好聪明哦！这时间好赚哦！狐狸，拜拜！在哪？好。
这边要先关台了，晚点要去露营了。嗯，还没十点。大家看，我要去洗个澡。好, 好，拜拜。那我就先关台啦。好，拜拜。没有，这边观众全部都看不懂我在干嘛啊？正常吧，是确实是蛮正常的。对啊，他们只觉得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公版看起来很有趣而已。看来猫人能等到60人。那螳螂可是说实在应该也蛮快的了，是很快啊，而且他不用找到十个人这么多。对啊，我就跟屁博列一列就我搞不好我就跟你说我们打完了啊。什么不丢我说怎么揪啊，也是啦。对耶，我跟你很比较难揪耶，因为我们是三，我们刚好都是三三。还好啦，确实啊，也还好。我为了打那个，我已经先学好战力习心了啊，对哦。而且说实在的，你最好格斗去学战力习心比较赚耶。哪有宠物吧？因为那个格斗它的技能经验有加倍，而且是魔力减半的样子。对啊，但是然后可以等级可以到很高，但是为了那个去练那个很累耶。很累啊，但是它练起来算快，因为你可以一场把魔耗完。对啊，真的很累。就砸钱啊！你去练。我跟你讲，我曾经练过。我有学，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空去练它，因为我没钱。我跟你讲，我以前练过的心得是，干给宠物学就好了啊。确实啦。对，你看哦，宠物三级大概是人物的四级五级吧，要4000块哦。对啊，要4000块哦。那你练得要死不活的，还要花了一大堆钱，也是啦。对啊，是我的。而且如果大家五个人都带了魔宠的话，其实确实也比较，就够了啦。就吸魔的，不是魔宠。我知道得一技啊，可是就他得一技，他进阶还是要看魂功啊。那，而且气功蛋你又不可能不练，光练气功蛋跟混工我觉得就已经够麻烦了。对啊，而且我有练明镜止水，我觉得明镜止水还是好用。我还没练呢、欸、我在一耶，我在三啦。等一下喔、偶尔可以吸个100多滴了。明镜止水哦，更正，饿了，我这场结束就饿了呢。马上用啊，我的偷袭头巾爆掉了，干爹给我的爱没了，爆了。我至少让我存商存银行啊，把这个爱心头爆了就没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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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带哪个？不对，打双王是资深吧？是打王宫啊？双王是王宫啊？那神兽后面进阶是什么？神兽是那个啊，打游大的条件啊。
那神兽就可以进阶了。神兽是进阶吗？神兽是进阶吧？开双王才是。哎、欸，双王才是那个吧？你好像点醒了我。因为我那时候就在，你知道，我就打完神兽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开心的想说，哎、欸，我的那个弓箭手可以过去了，就发现，不对了，我称号还没到。哎、欸，对耶。对啦，那这样子、啊、那个是打师范的啦。对啊，那师范可以啦，他们那这样子猫人没那么难呐、啊。哦，那吓死了。我们的全部都卡称号问题。吓死了。啊、那这样双王不急啊。哎、欸，双王可以慢慢玩了。对啊。所以屁婆的护士已经可以传过去那个洞了，因为我想起来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个55等的练功点吧，一代啊，对啊，就那时候50-60的练功点，所以不可能是要你打完双王后才能过去。哦，吃苹果了，反正商城不知道卖什么东西，买苹果来吃啊。欸、很贵耶，苹果超贵的耶。你是直接买哦？我没有买啦，我说如果要买的话苹果很贵耶。资科、嗯、资科是加一天上限啊，它而且它只能加80，然后你实际在升级的时候都是用几百去算的称号、啊、你要吞好几颗耶。对啊，是慢慢累积到一个某一天把那个什么急救练上去就好，累积个5天一次冲上去。因为他说称号上限是最多5天啊。护士应该是比较不担心卡称号的问题啊，医生护士都很快、欸，真的是慢在那个，你应该是格斗跟忍者应该会比较慢啊。对啊。每天都要打怪，真的，我的那个忍者已经忍者，你有忍者？我的格斗，因为我跟你差一只，哎、欸，我跟你差2天吧？对啊，就这个真的是卡那只格斗。我还好，这两只战斗是同一天就，嗯哼。你艾斯波波年代有跟到吗？有啊，我有养，而且他还有二改。对，那艾斯波波是用抓的，对不对？他是买实体包送的。是吗？他是买包送的吧？我记得。因为那时候他是金卡，对不对？对。然后他有一级的点。那个大概是很后面才出吧，我记得我那只我记得是买包送的、oh. 而且他还有那个娃娃。对啊，有啊，可是我有娃娃但是没有宠物欸。我记得我当时有买宠物的有两个，一个是艾斯波波，一个是那个招财猫。嗯，我是抽到黄色那一只，
因为他有四只猫，一只小的，一个蓝的，一个黄的，跟一个超级巨大的，那个百万什么的，对吧、啊？亿万什么什么、那個，对啊，我记得那是要用抽的吧？不是一直撒钱，它就会变大啊？没有没有，那个我记得那个当时买卡包是要用抽的，然后我当时抽到那个黄色那一只，嗯，然后白色最小那只是魔宠，我那只好像是利宠，蓝色那只我有点忘记，好像是明宠吧。有人练封印师吗？有啊，可是他们进不来。一封案，然后微微跟喵他的朋友。换一下水晶。嗯，不对。把票给我们的里长。原来是纸屁婆。哦，对。为什么要委托抓九级的鬼灵？鬼灵？幽灵吧？鬼灵是红色的呢。鬼灵现在没办法抓吧？鬼灵不是红的吗？鬼灵是那个吗？路比的鬼灵的一，应该说一的点在哪里啊？在那个路比的迷宫里面啊。你为什么只要幽灵啊？你是要把它用透明，然后摆个东西上去去骗人吗？我以前干过这个事情，用移动中。然后秘密得100万，然后给我一块钱。还是他开那个赌博，赌博场。我要开赌盘了。我以前买骰子买到没钱呢、欸，骰子丢地上。买骰子买到钱。不是骰子要那个吗？赌博用的。哦，对啊。那不是5块而已吗？啊，我以前就是穷学生啊。以前包月，但是能去网咖玩。是，那不是魔币，就游戏币500块而已吗？对啊，是以前我就是很不会玩，我身上从来没超过，好像是说10000块，对不对？我当时身上连旧职那些钱都是真的是很柯南的那个凑到的。哦、oh.。我讲实在，这个伺服器已经算好赚的原因，是因为它模式可以堆叠，不然我们的钱全部都是砍半。对啊，然后以前真的都是没事就会跑灵堂去打魔石，因为你那种包点数的关系，所以你也没办法时不时都在摆摊卖。摆摊卖就是你会看着你的时间一个一个倒数，我要断线了，我要断线了，我要断线了。而且以前没有挂卖系统，你一定要人在，然后手动交易。对。然后要一个一个点，妈的那个装备十几样，哎、一个一个点。对，就是看那个装备，看一下，然后你要还要小心，不要按到确认交易。然后还要谢谢。然后就等别人看。哎、欸，我以前按过交易耶。然后以前还要选刻印，就以防万一别人还要问，啊，你这个多少？你这多少？你就省麻烦，就全部。所以你的鞋子啊，什么衣服都叫做你的3000块产生皲裂喽。对啊，你的鞋子就叫名字叫做3000块、4500。你的4000块产生皲裂喽。我以前最猛的是我在回力标上面命名平民跑啊、平民鞋，因为那时候是我的忍者在拿的。他说平民鞋发生皲裂喽，然后人家说为什么你忍者可以穿鞋子？我说没有，我的回力标的名字。不是想练魔宠，怕一级都天妖兽贵。我记得那个小博吧，附近有一个人在卖黄蝎，好像7000-6000块吧。那个也是魔宠，你可以想，你可以看。屁博身上有一只大地鼠，你要吗？而且那个好像还是蛮好的大地鼠。你要耐打一点吧。可以的。如果你要幽灵的话，你搞不好学精灵盟约，吃个卡片去抓也有、欸、因为
一集才一集一次封一次才能抓的啊。哇，到了，也快可以关台了，这下再来赚钱。那我就先来去洗澡了。好啦，拜拜。拜拜。因为伟伟说，我有问他说，我想练一只魔宠，我问他有没有推荐的。他说，如果是一百级以内的话，就黄蝎跟另外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忘记了。然后我就说好，再看看。对啊。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只练过一次魔宠，就那一次，我像我刚刚讲的嘛，我是那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钱，然后那时候买开始魔宠的技能都太耗钱，虽然他补魔补血不用钱，但是学技能太贵了，就那时候只是学了一级魔法就要500吧，500还1000，就学了几个起来一下，哦靠。好痛苦哦！黄蝎是风属性，对啊，就是全风的那一个，你看有没有要啦？因为那只我其实今天下午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谁赖我？啊，有戏很了，嗯。的哇，夸张！我看到这个伺服器外挂挂网的地方。没有没有没有，风属性你不一定要学风，你不一定要学风啊。风属性不就是你不怎么讲？难道你学你幽灵的话，你就一定给他学冰冻吗？你不给他学陨石或是火焰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他就是疯，我就让他学这个啊，那我也没办法。然后我觉得绕来绕去很可爱，虽然真的很烦。不是应该本身什么属性就选哪个吗？没有啦，没规定的。啊，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没练过那个魔宠。安安呢？准备关台喽。我准备要在危险的地方关台喽。应该是再跑一下光遇吧，再来玩魔力。明天直播吗？会啊，没有巧克团也有日麻。
最近不太能玩太激烈的游戏，我的左手会痛。不要动到打架什么的，那个就没办法玩。手会痛。为什么手会痛？我左手其实一直都在痛啊，我之前直播就有说啦，我说玩太激烈的游戏像斗阵还是什么，其实我左手微弯的时候会很痛，因为你靠在那个键盘上面其实还好，但当你就是可能手轻轻举起来，那你的手腕不是会往下吗？往下的那一瞬间就会痛啊，那都是在那个玩那种 PVP 或是比较剧烈的游戏才会有，像礼拜二的那种，UHC 稍微啦，啊，狼人杀跟鬼抓人那些地图就还好，因为你不用一直打，你只要躲远远的按 Shift 还是怎样就好了。啊，像可能王国界面就是可能会一直动到左手的那个啊。当 WSD 一直狂按，然后按久了之后就会很痛，就这样。看呐、啊，如果那天手还 OK 的话，就会玩。哇卡！肌腱炎吗？不知道哎、欸，以前没有这样过啊。以前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职业伤害吧？就是人家讲的职业病。所以其实，然后，我至少还没有晚睡到过哎、欸，就是右手握滑鼠的那个穴道，但这很痛哎、欸，感觉是肌腱炎，可以看医生，不是啊。现在其实就是都没有再出去的，不然那时候有一次要出去看，那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没有去看。啊，然后有一次痛到夸张，是我在睡觉的时候去得到它，就是手去弯到，弯下去那瞬间我是整个痛醒。就很像你睡觉睡到好像脚突然麻掉还是抽筋那种感觉。等疫情好一点吧。而且淡水其实又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像那谁小林就学妹啊，他附近巷子里面就有人感染了。淡水国小对面那家中医，我去过是不是还要走个楼梯上去的那个？我以前腰受伤去那边给他折过，可是之后都是在那个英专路走到底的那间中医在那边折。好啦，先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晚上的收看喽，就这样啦，感谢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阿基他们还在开，可以去看哦。你也住淡水，我知道，你上次不是讲过，说雨声很大。好喽，大家晚安，拜拜。